原批天然眼线认证，敏感带在耳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伦。原批耶，不要，眼神呢？不要，那叫神经病。苹果生活 Life 名人大平台第10集，请到万众瞩目的原批炎亚伦。所有的人在问，我这里要跟大家要讲一下，今天在这里要证实，所有的这个部分，只要有毛的地方都是真的。不信我来捏给大家看。是真的，而且非常浓密。他也没有画眼线，不要再说他画眼线，也不要再有一些私讯在问我说，炎亚纶是用什么牌子的眼线笔？没有，就是真的。I'm sorry， 对，就是你们这些没眼线的人。对。而注重环保的炎批，随身还自备了各种尺寸的环保吸管哦。没有，这个吸管很好用，是因为它。你喜欢喝珍珠奶茶，它有附珍珠奶茶的 size， 对 ，OK， 而且这很棒，它上面还有一些纹路哦，所以可以吃，还不能不行的。另外，它还有一个法宝——痘痘照光机。痘痘照为什么要痘痘照光机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长痘痘的时候，你只要在你的痘痘这里，它现在在照光，大家有看到吗？然后这样就结束疗程了然后你就是早晚用一次之后，痘痘很快就会。小白真的吗？陈松华老师除了在直播上念出炎批在脸书上的开示金句外，也进行刺激的快问快答。身上最性感的部位是哪里？腹肌。敏感带在哪里？耳朵。上一段恋情是什么时候？两年前。嗯，是真的吗？那之前好，李安找你拍电影，你要露第三点愿意吗？还是要看剧本？哎呦，李安呢？李安不代表剧本好啊。刚讯号不良，快点！我讲实话。炎批最后还特地走到外面，跟守候的粉丝打招呼。谢谢，辛苦啦。娱乐动新闻，炎批太精明了，报道。